刚刚现在那种动的再来走路，跑去吃几遍，进入黄半仙，黄半仙去玩没找到，再来到那边的左边靠吊绳那个柜子那边。哦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真是难怪他找不到。对嘛，为难我们小姑娘了。外面有那什么车？嗯，看不出了。谁晓得？他们说后面有修一棵大树。哎呦，我一早。今天整